佳佳，你别去对啊！我要去挽回我的男人。草生，大家早安，我是你们新来的同事啦。我的债，钢笔写出来的字好好看哦。陈嘉玲，这钢笔你到底敢借还是敢偷摕？这盆要搬去倒？贝贝啊，你是要卖厝了？ 每周日晚间9点，华视《俗女养成记2》。